64内应该也是有机会，没有，就大概看32转内。32.3，过了就要等。就不知道它的模式在哪里了。开也没用啊。哦。现在就只有连抓天井。哎、欸。比较有用的。很会天井就对了。它不好天井。哦哦，天井有恩惠嘛吼。有，它就会点亮一颗灯。哦，他也三颗灯，至少换一次流星。哈哈哈。32转内开一下，15转。你有特殊画面在跟我说，没开。
19转开大支，看32转内会不会开一下。目前状况还不错啊，没有很高坎。傻小，开的迷荡，32转内大支，终于拍到32转内开盘。目前都是短开的坎。没有高楼大厦盖起来，还不错。继续努力加油，等一下再拍拍看。重点是连庄之后比较容易拖天井，它就比较就会又多亮一个灯，比较容易拖天井。我遇到现在很少，通常会直接跳天井，然后都要连庄后的下一次才。所以。32转内会开4只就对了，至少那么猛哦，那刚好状况还不错的感觉。反正连庄也不会漏多少，重点是逼他的兵，他的心理王又容易忘哦。对，又很标准，没有流星雨，没有万美，没有天果，都在演。哼迷荡黑吧。哦，会这样就对了。32转，逼复活，吓死了。哔哔哔，大支开起来，还有这种演出就对了，没看过。保障内一定会复活，因为这台我没有玩过，都看别人在玩，然后每个人都在骂，都说什么为了那个灯，然后怎样，又咬了很多。我打过一颗灯，只为了让它亮亮10万块，那么多，怕爆。很多人都为了那个灯被骗，但是也是要拼拼看啦，就看有没有那个。他真的在吐啦，万美又万美，很猛这样。我看过最大波，看人家这样吐过12万。那么扯哦，夸张，太爽。这也是8通屋的嘛，哈。因为8通屋的有说，啊，志气可嘉怎么没有来拍这台？对，那大佬大兔子没跑。因为我比较没在玩那个。欧吧，才正要拍而已，你就开了，砰一声，很猛的样子，结果开黑吧。然后那个欧吧超多。哦。那、啊、你还有要厕所吗？还是洗个脸？这样等一下就不用上厕所了。最后一支32转内开牌，看一下他会怎么演出。
是十三转。难道要演复活的那个？也有可能包，我好像快四只了。哎，我怎么印象这第三只而已？大只欧巴，大只欧巴，四只。哦，四只啊、哦、！Oh my god， 我以为三只而已。那换我来洗个脸，上个厕所，让它自生自灭。哎、欸，有复活，复活！干你娘嘛！我以为会复活嘞，被骗了。想说停顿要开牌了。现在雷电青龙版，我们打到了天井，亮了第三颗灯，五转呢，看会不会有流星雨爆发一下，爆管一下，把它夷为平地。流星雨也是保底十只嘛齁，看抽到几发。好，五转内哦，有了吗？哎，感觉不是流星雨。哎，碎啦，干，你很厉害，每次都神选牌呢。这流星有没有外震啊？没有。哦，万没确定有外震。然后开七是摸彩券，所以现在看得出来抽到几只吗？至少十六只，干那么猛哦、喔嗯，太扯了。但不一定大只啊。哦，就是大小只。彩金不够的话，肯定堆黑吧之类的。准备把它夷为平地了，舒服。所以等一下就是五转内会开是三十二，五转内哦，这样比较那个。还不用在那边一直拖，一直拖。夷为平地了，舒服，继续开起来。
因为他一直挂保证，所以我就选择再相信他，挺他一次。辛苦了，希望不要跳票。大只，好像大只很多哎，还不错。对啊，刚好把大餐钱都赚回来。大餐钱。万枚搭乘，十万枚，十万块，十万块，万枚。阿哥的老人，阿哥的老人啊，万枚搭乘啊哈。